你们几个进去，你们两个那边。新来的，聋了，我问什么听不见呀？ 我叫赵佳芝，从梨园村来的，这是我的姐妹。到这儿名字就省了吧。1048-2095-2006，新来的就得守这儿的规矩，以后见了我就得叫大姐。在这儿我就是天，知道吗？ 这初来乍到的，不知道有什么规矩啊？一天三餐，每顿饭你给我拨出一半来，我的衣服，你们仨轮流给我洗。简而言之，就是跟着大姐我混，凡事看着我的脸色。你们要是敢不服从，不服从能怎么样？这规矩谁定的？ 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算你们走运。